嗨，你给我关门了。对啊，我把门这样。没有人敢进去啊。我会将每个人打球的片段放在另一个影片，大家事后请去观看。 第一个问题，来，你吃饱没有？吃饱了，该吃了。刚才有想一下，该吃午饭，吃锦鸡饭。哦，上次我看过你，你不知道吃锦鸡饭？我你看过你，哎，发飞，大家是喊你，啊，你直接吓到啊！上次你不知道拿那个，没有，你是买鸡饭？不是，那时是我们啊。 我朋友家车，我们去拿饭，啊，拿回宿舍吃。哦，没有，我不是讲那次，那次我真是有吓到，因为 OK， 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去买完吃，然后走在路边，然后忽然间一个人喊"Buffet"，我吓到一下，原来是他，哇<笑> ，OK， 是我有一次看到你的story，然后你帮我买鸡饭，是不是你加料加到很多，整个肉丸，就刚才你吃锦鸡饭是多少钱？没有，是多块，最近吃比较少，因为那时。 有一次胃发炎了，啊，输进了医院就开始注意吃了，也没有吃这样多，然后开始最近已经2个礼拜了，然后开始减肥，开始减肥，转右，转右再转，就开始减肥哦，减肥，然后过后慢慢瘦了差不多5、6公斤哦。你胃发炎啊？啊，胃发炎，是因为你不定时吃，不定时，然后一次吃太多，不吃就不吃。哦，我也是会这样子的嘞，以前啊，那就这样，不好意思，不要。 专注，你吃很少诶，是会死多快啊？你的饭，吃多的时候是20多块啊，就拿比较多肉，饭比较少，拿鱼啊，拿肉啊，吃多的时候是20多块啊。嗯，对，现在比较放肆了，之前病时候是会吃比较多那种鸡胸哦，一天3餐都是鸡胸。好嘛，不是呗？你要 build muscle 不是？好是好啊，闷哦。<笑><笑>他们教练指定要你吃啊？ 啊，没有啊，老板啊，我老板指定让我吃哦，因为这样比较快见效嘛。然后你又，而且当时是蛮快啊，真是我2个星期我就瘦了5公斤。现在你的 body 的怎样讲状况是蛮巅峰还是很烂这样？蛮巅峰。哦，现在是不算了。还有一次，因为之前有一次啊 MCO 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是瘦很快，可是那时候我是很不健康的瘦，就我。 不吃不吃，然后我就吃一点点吧，我就完全没有吃很多，我一直不吃不吃，然后吃一点点，然后就很快瘦，然后我 muscle loss 到很多力，没有什么运动不呢？有运动，运动很激烈，啊，所以我那时很快瘦，瘦20多公斤。我从130瘦11，最轻是11。但是那些是什么 muscle mass 啊？ 那时是啊，真的是瘦到哇塞，手臂也变小，什么变小，然后过一段时间没有什么练球啊，因为那时又疯了一次嘛，所以过我就又啊开始吃比较多咯，就做 gym 嘛，那时就没什么跑嘛，没有 cardio， 就 OK 哦，吃下又肥回来哦，所以现在啊，可是现在也是慢慢瘦回来哦，其实我现在我不用增加了，我只是要把我的 muscle 变 lean 哦。 可是首先不是把马氏变硬啊，首先是要把那个油先剔啊，先弄走，然后才把我的马氏变硬。马氏变硬就是油弄走，不是吗？啊，不是，就我现在我肚子很大啊，其实我肚子除了我肚子，我的其他都 OK， 所以我要先把我的肚子收下来，然后再开始build我的那个。 啊，马斯利呢？你真是很大只哎！妈，你坐我车，然后整个 space 都给你霸占了完了。<笑><笑>所以说是直接去吗？啊，直接去吧。OK， 现在你在选拔这个国家队是吗？嗯，对。你觉得你会选中吗？应该没有问，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 OK 的，应该中。大多数会中啊，因为 size 嘛，讲。Come on， 自信一点，也是要，自信是有，可是。 也要谦虚哦，<笑><笑>不要一直想着自己要中，等下突然间你一不中，我们是10，就落差了就，<笑><笑>所以就这样哦，就好先。没有意外哦，没有意外的话会中啊，哦，就是因为你有 size 嘛，你有大只。你在国家队的时候是打什么位置？center 啊？啊，center。其实，在国际赛啊，因为你190多。
多一九多？一九六。一九六，其实一九六在国际赛算矮，不是啊？嗯，很矮。那你有没有想过换打法吗？还是你还继续在三德群？我最重要的那个，现在暂时最重要的那个出发点还有起点啊，就因为之前我已经不想打球了，然后我突然间遇到这个老板，然后又好打回球。没有钱是吧？之前之前真的没有，之前有啊，做工，然后赚到一点钱这样，然后过后就没有想要打球了。然后突然间没有钱的时候，刚好这个老板又有叫上我，然后那时我有点又不想打球，然后我很好笑，我就没有理他两个月，我真的是没有钱的，我来找他，他也 OK， 然后所以我很感恩啊，有他这个老板，所以他就刚好就给我这个机会去好好练打，然后我就从过后到现在就走了差不多有两年了，两年了，我就学在他身上学很多东西，所以我也是自己也想到哦，我以后我现在我打球，我要打到什么样的高度，就我要做到怎样，所以我其实在马来西亚你打球暂时来讲你看不到什么成绩，就有可能像有台湾啊，台湾有台湾联赛啊，中国有中国联赛啊，你在马来西亚打球不可能年薪过百万啊，就这样的东西。他们讲踢足球还有可能，踢足球单单那个 goalkeeper 的那个 goalkeeper 那个、啊、那个什么，他的一个月的那个薪水啊，60000。我的妈！哇哦！所以，我听说过他们做 bench 不了都5位数啊。是啊，真的。所以，这就是那个差别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那个目标啊，只有一个，就是我好好打球，我先把我的体重减下来，练了，然后够就 OK 了，然后我就好好打，因为五号位的东西，我不要讲我会玩啊，就我已经比较熟悉，所以我现在我慢慢转成四号位，在今年里面，我就要把四号位好好的去做好。以你这样子的 size 啊，你是不可能，有没有可能打二三号？有啊，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可是二三号我会比较难啊，因为我有可能你讲我觉得我算是在大致里面有可能是不错最灵活那个啊，可是我不可能灵活到跟二三号一样啊，就比较难啊，因为。讲就我从小时候都一直打着五号位，所以你可是我以为我的好处是我很灵活，就我一直会跑，一直去跑。没有你，不可以，恕我直言啊，我觉得如果你跟四五号比起来，你是很灵活。嗯，啊，对哦，你跟二三号比起来，你是就慢，我就比较慢哦，只是嘛，只是走啊。如果你要打二三号，你要准哦，是吗？不一定啊，二号你就是你就注重在射球。得分后卫嘛，三号就是那个小前锋，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打，我在今年里面我大概就四号嘛，我打完四号的话，我就是打我就已经熟悉了四号，在今年里面我就会想到明年的话，我就有个人在年尾啊，今年年尾或明年里面，我就要把三号开始学三号该做什么东西，该观察什么东西，然后三号遇到什么东西，然后就要去试看打三号位置。就这是我想要的东西啊，然后我学到三十二位，我就想要有可能我真的是打出名堂啊或什么，有可能我就想要被外国的联赛引爆去打啊或什么啊，这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所以你是有怎样讲？你是有往那个 direction， 你想要往二三号的 direction 去发展啊，不是永远停留在四五号啊？对，没有二三号了，三四号。就好像一个200多cm 在前面抢球啊，你他是不用跳的你要跳30次你才拿到那个球，可能还拿不到。你们现在国家队的教练是你们 KRC 的教练？副教练。然后正教吴哥是主教练，可是吴哥之前也是有教过我们可是吴哥是正教练。那天我看他们做一个吴哥做一个射半场的比赛。不是算做比赛，就他会拿300块出来，然后过后谁进而给谁哦。每次练完球都有这个300块啊？每一次就好，哈哈哈哈哈。一个星期啊一次啊，或者久一次这样。一个星期有一次就很好没有，暂时来讲是一个星期一次啊。因为我们练两个星期吧，马上。上个星期有，这个星期也有。
then 4-5月要去打 SEA Game 嘛？五月多，5月15号好像在越南哦，越南哦。可是暂时在这个选拔是 for， 他们没有讲是 for SEA Game 嘛，他们是讲是 for 那个新加坡啊 ，this coming 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啊。哦。This coming week 还是 this coming month？ This coming month， 下个月在新加坡。可是不懂有没有去，因为现在新加坡的那个 COVID case 越来越严重。你讲你之前是北冰洋州手啊？没有啊，有去选哦，有去选哦，销售。所以你至少是有校队的 standard 啦。啊，有了。咦？哦 ，not bad 哦。所以你妈妈是有给你去学的啦？啊，小时候有，小时候其实完全没有打，有打篮球也是，可是没有那么注重。因为那时没有，也不懂外面有比赛啊，或什么，那时也不懂有那种球队啊，就完全不懂。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朋友拉我去打一个球会啊，然后说，喂，原来有这样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开始我也没有打篮球，完全没有 basic 去打篮球啊。然后你看一下子就 catch up 啊，没有讲一下子啊，蛮久的，一两年那样。所以你转去篮球的时候，你妈妈有没有？哇，妈的，我栽培你，帮我跑去打篮球。对，其实我妈妈。我小时候，我妈妈很反对，一开始很反对我去做运动，因为我很怪懒的，我坏蛋，每次不要交功课啊，不要做功课啊，上课又不要听这样，我妈头很痛啊。那就一直讲你不要打球啊，你什么不用做，你跟我去读书吧。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功课，才不要给你打球啊。那就大了也没有什么管你啊。大了没有管啊，哎，只要你有一有成绩，一点成绩啊，慢慢有成绩啊。就慢慢开始打中队那些啊，妈妈就会很开心啊，你给他去啊去啊。他会 support 你，也不知道。我看到有一个你的 Instagram 的照片，他跟你一起拍照哦，你去比赛的时候。啊，我妈。他很 supportive 啊。一开始啊，再看过后，总之你有成绩啊，就很 supportive 啊。对啦对啦，没有话他们以为你只是玩玩嘛。啊，对啊。我一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也是我妈妈没有什么屌啊。你在是 full time YouTube 啊？我也是有外面帮人家拍摄啊，老板拍摄啊，啊，是，叫我结婚叫你来拍啊，你要结婚了没？我想要结婚，不是现在，明年或后年，哇，这样快啊，可以啊，可以、啊，要延迟啊，早一点啊，我还可以跟我儿子同队打一下球啊，对，可以哦，你几岁先？我22今年，哇，那你23、24结婚啦、啊？嗯 ，OK 啊，早一点结婚，早哎、欸，早，然后你的女朋友是华人来吗？嗯，好的。你是金店 ？Yes。啊，如果你们结婚的话，就那个印度血统越来越少哎。没有啊，还是印度啊，我爸爸是印度人嘛。啊，那你说我跟着印度人、啊？没有，你是 half 吗？你是 half 的印度血统吗？那、如果你再结婚，你儿子就变四分之一吧？没有这样讲、啊，可是还是印度同胞啊，这样。哦你们还是用印度名啊？啊，是啊，因为我是没有我的华语名是没有姓的，没有华人的姓，你是有印度人姓啊？没有，只就华语名吧哦。对，你的华语名叫什么？加根啊？啊，加根，加根，加根啊！你小学就开始读华校啊？啊，是啊，小学就开始读华校。是因为你妈妈觉得说你读华校比较 OK 啊，可以讲华语这样子。对。没有啊，因为刚好哥哥他们全部，我哥哥他们全部都是读华校啊。看来我跟你哥哥讲话还蛮好笑的。我哥哥是傻傻，很好笑哎。我那有打球啊？啊，其实还有打球的，他只是没有什么，就玩耍。小时候有进那种校队哦，然后长大就打爽嘛。现在也是很久没有打了啊。还是因为他刚好从波兰回来不？哦。啊，因为他在外国做工嘛，他之前在波兰读书。读完 degree 了，然后他就没有打算回来，继续在那边读。是读什么？他是读 IT 的。哇，厉害厉害！你之前有去报名那个《我是灌篮》？这就是灌篮。这就是灌篮。啊，因为那其实那个呢，所以我是灌篮，我的 fuck， 我是歌手。OK， 因为那个其实是这样，那个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他突然打电话给我，我讲每个。要不要参加？这就是灌篮。我讲啊，讲参加啊，真的，你，我现在要找队友，因为还有三个 category， 一个是1-1，3-3，5-5。所以我们报名也是3-3，因为之前我们
十八岁，他十八岁的时候，我十七岁，我们一起打那个 Trip 3 so 他就找我一起打，然后那时我就讲 OK 哦，然后我就去联络那个，我去报名了，然后他就加我微信。然后就在那边跟我 video call 啊，就 interview 我、啊。中国人啊，中国人啊，制作团队啊，他的 management 啊，然后过后他就邀请啊，他就讲 OK， 其实全部都是搞定了，可是到最后就是因为我信仰那个 agent 的一句话，哎呀，放心，我一定可以把你搞定了 ，Lisa， 然后他就、啊、不能了。没有啊，那时候也是 COVID 啦、啊。啊，对，可是其实我后面我有朋友。我认识到那个什么一个朋友，他跟交通部长很好，然后到最后其实交通部长他可以帮我想办法去弄，然后过那一栋，我自己我想我不用紧，因为我不想麻烦了，就也妈我只是一个孤立，让我去麻烦交通部长，很就我就想到这样啊，没有啊，你是 taxpayer 啊，他的薪水你分出啊，没有啦，这样我是想到这样子，就是哇，那个 agent 讲到他有把握嘛，然后我就心想，哎，他一个月多这样，所以我才弄到来一个星啊，有个三四天一个星期啊，就我拿到 visa， 我就飞过去，然后过外站隔离21天，然后给他看看，我是算准准了，啊，你懂吗？他跟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哦 ，sorry 啊，所以。不能出，然后我就辞了哦，然后因为那时那中国那边还就是催着我 visa， 我就什么都没有这样。那时候你跟 Wing 有去啊？那啊没有，我们的球队是我，然后还有另外两个是 Go Strong， 那两个都是我朋友啊。就是你哦，他们有门路给你去报名啊，就是。其实它是有一个报名表格。然后你只要上网，你自己扫描去他们的那边就可以。那你去那边的费用他们是包给你了啦？啊，包完。他们有给你钱的吗？如果你啊没有上了节目，没有的。零除了零花钱，你要自己预备啊，去包吃包住包飞机票什么包。啊，是好啊，你去那边有 exposure 吗？曝光率这样子，接下来还有机会可能会去吗？如果有机会就去哦。那是一个很好的平台。OK，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啦。我觉得我们的 interview， okay, 你接下来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观众讲的吗？或者是你在 KRC 有什么不满的，你要爆料一下是可以。没有啦 ，KRC 很好 ，KRC 对老板全部都对我们很好，而且我们全都很一条心啊。看得出，看得出。就是说。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好像有分两派的，就我不喜欢看到这样的东西。可是，就一打那个 NS 比赛啊，哇，全部一条心，就真的是，其实我觉得篮球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你可以，这篮球啊，可以改变掉整个团队的那个东西啊，就他会突然间给你们全部人和好这样的东西啊，就这样子的意思啊，团结你们。我看得出啊，看得出你们都很。所以现在其实全部真的是很 brotherhood 了，就完全，总之就好像我那时候我朋友中打，你有看我们第一场比赛啊？在 NS， 我们打球打一半，然后过后对方有一个就有跟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就他吐口水在我朋友身上，就我觉得这行为是真的不好了。然后你们是整队去啊？你打来打去打，然后突然打架 ，OK fine， 就。这种东西经常会出现，可是如果你讲吐口水这种，这是已经违反道德了。那你觉得打架不违反道德？反正吐口水没有，就因为我懂身体碰撞啊，突然间你上头了啊，你其有一时都会有这种东西啊，就打架这种东西，就你打了下好可以好了，就打你就没有东西了嘛。就如果你讲吐口水，哇，突然打了下我吐口水，那脸上你会生气的哦。所以你们就整 gang 去围他，整 gang 围哦，就我虽然是不好，这样子做是不好，而且找到很多很多网络的很多很多人都有在讲我们啊，怎么全部人冲出来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可是我觉得是我们是错了，可是我觉得如果当时这样的情况，
再来多一次，我就有麦穗这样做。因为我们的队友发生了这样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坐视不管，我们不会冲出来打你，我们会冲出来保护我们的队友的。就一条心啊，就我们不喜欢这样子的东西啊，你已经没有体育精神了，你都做了这样的东西。了解，你也觉得很特别，在车上直接讲话这样子。我觉得 OK 了，我觉得 OK 超级 freestyle 啊，超级 freestyle。OK 啊、okay, ，我们利用那个时间来搞赛车。对对对，那到最后了，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观众讲的吗？或者是你们身为篮球员面对什么困境啊什么？因为我可能帮不了你很多啊，但是 at least 如果有人在看我的 video， 可以帮你传达这个 message 给大家看一下咯。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困境啊，这样只是我觉得，如果有觉得自己想要打、喜欢打球的人，就不要因为一些阻碍而断了你自己的梦想，就这样，就要打球就好好打着去哦，要打就打到最好，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是前往 Lockdown 哦。对对对。哇，那边美耶，好像跟个电锯不一样。哇，然后 Rolex。哇，你真的是宅男。走走走走。